超级偶像出道的林宗信，凭借着动人歌声受到许多粉丝喜爱，经常会在网上粉丝分享日常的他，日前就发文透露自己有天穿新衣，却不小心忘了撕标签，结果居然一整天都没人告诉他，让他忍不住问是他人缘太差，还是一切都是注定的。至于为何会说一切都是注定好的，他看着照片笑说，那个没撕下来的标签，工整的贴在他被上图安里的屋子旁，底下还对齐，下方一排超大英文字，如果没仔细看，还真会以为是故意设计，很难发现是标签没有撕掉。照片一出，粉丝也纷纷笑说，真的是很幸运，刚好拿到一件贴得这么整齐的标签，完全不会发现呐、